对你今天是怎样的？今天我要见到偶像孙燕姿，我这真心里天天 Q 她的名字，每天都是我们家燕姿，我们家燕姿，终于最后一天能看到燕姿，小鸡。能来两句燕姿的歌吗？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。我怀念今天好像要用这首歌戏里跟她 battle， 我要 battle 那个声体。我说导演想让我死了，我丢人现眼，而且是彩蛋，就是最后一个。我之前跟那个戏里面，不是跟那朝廷对对对，我知道那个 PK， 我跟他 PK 无所谓，但是今天我跟这个燕姿姐来，我是真的不好意思唱，他让我跟他比赛谁唱的高，我说这不是。但当然了，剧本里最后显示是燕姿听到的声音，说捂耳朵，说你赢了，你赢了，哦哦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考虑出专辑吗？我没有想到，我都杀青最后一天了，还有这么多的台词。